冷静，你一定要冷静，你不能放炮给我。我不能放炮给你，他要自摸，你放炮我不会胡啊。是啊，因为他现在一二三四才四分，加一个底才五分，然后那个是16分，16000，他乘以三倍啦。他一定要自摸乘以三，一二三四加一个底5分，我只有9分，你放炮给我，我只有胡9分。对对啊，怎么样都打不过，赢他没有那么厉害，不知道听什么来。好了，不要想太多。刚有拍我背，我一背一天呐，再不正一下，好讲话，你居然没好好讲吗？你居然没好好讲吗？好了好了，喂你了，六饼。问他干嘛？他也不能吃。是啊，他们都很痛苦，3、4下都不能虎，就靠自摸。六饼，加油！你拔草，你那个对啊，你是边？9万，都要拼，全部都拼门清，就你一个蹦。9万，屌了，整件事情有了变化。是哪脚的？小鸡无毛，黑不高，神鹰，冲啊！哎，我想一个问题，小胖，这把牌呢，我应该胡了你，你继续打，我胡了他，因为我们有5000块的奖金。哦。至少有钱赚。既然没有机会，那个万一真的，他也不会那么厉害。是件容易的事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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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做你该做的，反正他们都不会动就对了。借花操啊，这看来不太管了。白皮，还该打白皮。中，好重要。中。四饼。毛飞不高，哇操，没了啦！那你服了呢？没线，莫飞，我来试一下好不好？10万，白板，你不留白板呢？他们好紧张哦！这不留白板可惜耶。可能不对，3万，8成，会不会是2万？你会不会是啊？没什么，没办法啊。中没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这个这个可惜啊，你这个我帮你了，我栽啦，我先吃我没用，机会了，没有牌了，反败为胜，门清一摸也没用嘛，对不对？门清一摸4，都没用嘛。4、3、1、12，他再用门就没用啊。9饼，我觉得有点。9饼糊定，我觉得有点难。弄9饼，凑一次的牌好漂亮。但也来不及了。没有了，你不绝对不是这个牌。没有啦，好了，那边等着啊，号胜利的号角响起了，没有牌了啦，做不了。他一问，海底之梦，好吧，这么厉害，你最好算得出来。如果你这把动作，我一定你好好干，我要那5000块奖金呢。
现在我刚刚看的时候，宝妈还剩下一张了，拍倒下来，你只剩六万一张而已了。六万一张，你只剩六万一张而已。好，哎呀，一张把它拿过来，我们先看看海底啊。哎呀，没有，没有六万哦，好紧张哦，没有六万，没有。然后呢，自摸，二四六八十三十台，三十台，这一把自摸三十台，加油！那就赢他们了。你废话！绝了，这麻将！如果刚刚我让你胡了呢？胡了，他没有赢到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不用五千块，好绝哦！真的，是不是？这样子，好紧张！哎呀，两个交换哇，这牌三十台，我也做饼子嘞，过瘾。可是还很可惜，要做 Nico。哎呀，差太晚了啦，来不及。好，恭喜蔡依文他们获胜。现在我们是16000块奖金，今天我们一样大放送，第一回合、第二回合猜中就多3万，哇！第三次猜中还是5000，不怕也是5000。来，吸。挺胸会不会挺胸？你有胸啊？有吗？嘿。这个都在中间。